要在我我不要在我我痴情永不留。搭配音乐摆动身体，高唱歌曲。三十年前节目五等奖，猛然一看，这名江湖味十足、身穿白西装的男子，竟是网红馆长陈之翰。但后来发现，这其实是 AI 换脸的恶搞影片。不要再问我痴情永不留。当年的布农族挑战者田晴伟遭 AI 换脸成馆长，甚至连声音字幕也都被调换，连馆长也在直播澄清，那真的不是他本人。这是我眼睛花了吗？也不像，声音也不太像，要看还是要看我最正宗的影片呢、啊？本真觉得被 AI 换脸娱乐大家笑笑就好。本身是警察的田晴伟，后来也拿下警大第32届韶韵冠军，参加歌唱比赛也夺冠，跟儿子也一起参加歌谣大赛，也直接放飞自我。只是相较后来稳健台风，当年 PK 阿妹心情可一点都不轻松。感觉阿妹她唱歌就是很轻松啊，我们就在旁边就是很紧张的，就一个很大的对比啊，就很像就是在表演一样啊，我们就是非常的很奇怪，就是谦虚重提往事，当年在节目上也只差张惠妹一分，差一点就有机会挑战成功。多年过去，镜头前血耻，田晴伟说自己歌唱魂会继续持续下去。不要再问我心里好难过。三立新闻蔡宇智、张舒涵、萧邦明台北采访报道。